Hello, everyone. This is a Walking Fish.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很神奇的 Google 扩充功能。现在我们上传一个 .cat file 上面，然后我们将这个网址贴到 Litch.io 这个网站上。哎，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 Litch.io 吗？没有，这个网站呢，它的功能是可以破解美空下的限制。而这部影片网址我会把它放在右上角，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，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。然后今天我们来介绍的真正功能呢，是这个 Booster Captcha Solver for Humans。 这个功能可以让你的网站上面如果有 Google 的我不是机器人验证，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个，它会自动的帮你解决。它的原理其实也没有说非常的难，但是它会用到一些就是我们常常可能你现在就在用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就是点到 Get Link，然后这东西我们往下拉，找到就是 Google 的验证，到这边之后你就会看，重置一下，到这边然后你就会看到刚刚那一个插件的图示，然后点下去之后你就会看到，哎，这个画面是不是有点眼熟？对，你刚刚已经看到了，其实这个插件它就是语音输入，刚刚那个画面其实就是大家比较可能比较少用的功能，至少我是没有用过了。这个功能就是 Google 提供，就是你不一定要用图形验证，你也可以使用听力验证，它会讲一段话，或者是讲几个单字，然后你就输入你听到的东西。所以说那个东西我是比较少用，但是它就把它拿来用了，就是它会点下去之后，它会到语音验证的地方，然后语音辨识这样子。帮你解决了 Google 的验证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喜欢影片可以在影片下方帮忙按个喜欢，帮忙按个订阅。如果你有想要看到我介绍其他东西的话，欢迎把那个东西名称或者是连结贴在影片下方的留言，我会找时间把这个东西给拍出来。 OK, Take easy, see you guys.